国际新闻来关心英国的演艺界嘛，有 Me Too 的风潮。这是英国演唱会剧的演员罗素·布兰德，防止控讲伊涉嫌伫七年来对四个女性性侵害，也毋过伊对外八回讲伊无。伦敦的警方即卖已经有接到一份档案的报告，展开调查。布兰德演唱会已经宣布要延期。伦敦大都会警察局是因为替调查公布戏剧演员罗素·布兰德涉案性侵的报告。布兰德获准缓刑了后，收到一份2003年古董案，被媒体标出来要搁加查3年。警方无透露这份古董案涉案人的名字，表示在跟这个人联络，搁提供协助。古董案出现时间点甲布兰德的艺人身份，这时阵标出来正敏感。I don't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's, you know, you need to see the evidence.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. I doubt it somehow. In my heart, I don't believe it. I'm not going to stand by a man no matter how much you might like some of the things you see.罗素·布兰德16日在伦敦有一场演出，伊涉嫌性侵的消息也爆出来。三间英国媒体调查报告指控，伊自2006到2013年七年之间，强暴性侵加精神虐待四个女性。The relationships I had were absolutely always consensual. I was always transparent about that then, almost too transparent. And to see that transparency metastasized into something criminal that I absolutely deny.一间艺人经纪公司甲一间出版商已经放弃甲伊合作。布兰德今年48岁，甲美国歌坛流行天后凯蒂·佩瑞有一段将近2年婚姻。相关指控和英国娱乐界面临质疑，布兰德的不良行为是不是因为伊太过有名才刷刷去？公布调查的媒体之一《泰晤士报》18日表示，有更加侪女性甲伊联络，提出同款的指控，会严格查核事实。英国首相苏纳克发言人表示，这些指控非常严重，让人烦恼。哈希希。女性加民权特别委员会主席诺克斯要求英国加美国警察调查这，让人无法度相信的指控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编译。